这是优等品原丝大号，半只网眼吊豆四米。现在天亮了，往后进入冬天的话，用单丝网啊，干网的话开顶不好开顶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分享一个小办法啊，特别简单。这新网啊，刚打开包装的，装桶里边啊，给它绑上半桶凉水。这是一条新网啊，不用搁热水、温水，搁凉水就行。我这养大锦鲤的啊，这是，这绝对是凉水啊。整体把这网翼啊给它瞒过去，而且这是一条新网啊，这都可以了。然后咱们马上到撒网场地，老铁们啊，装车走人，半桶水。来，给我手机。打鱼战车，走，出发。哎呀，家伙事儿拿全了，走。嗯？这望远镜是哪出的？嗯。走。到达场地，老铁们啊！这山要到哪？爷爷，这个都进进哪里去了？嗯，跑了。啊！啊！啊！真是啊！真是啊！看这样儿，这条新网，这远吗？远，框要满呐。嗯，这肯定是没人火了，这是。先来个刚开包的，这还是新的，开过吗？没有。最大号，钓到四米最大号。刚拆包装的老铁们啊，优等品原丝最大号，钓豆四米，半指。看看咱们不行，整个开门红，来吧。小鱼苗啊！小鱼苗啊！
我找一眼啊。有啊，应该是有。哎，好好，有啊，有。不少啊，我天，我这一个，反正没希望成功，反正是套花，是套花呗。放生，找他姥爷去。看来这是一不都呗，还有一票呢。小白这，小白。